这是早上6:43。可以可以。然后是一个床，听党指挥能打胜仗，作风优良。不愧是北京，油豆腐。然后我们到了酒店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点外卖吃。这是什么？哪个店的？嗯，看，这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给你们搞一个一键变装，看一看。朋友们，有人吗？他好搞笑，我们两个很大的人蹲在这里，他都没看到。然后我在犹豫，你知道吗？是我们吗？应该不是我们，不是我们吧？是那个严老师和蔡颖两个人。哦，我也听到了，肯定不是我们，但是。这是什么？你们俩要拍照是吗？啊，手动打码。狐狸的屁股。是吗，张烨？怎么办啊？录不到全部人。我知道了。再来一个，三二一，我要被压死了，我要被压死了，你自己拍吧，你抢过来，三二一，你们两个在后面打吧，你们俩不打一架吧，真服了。Okay, 要不是你吃麻将哦，我不吃麻将，吃麻将不吃麻将，你没有灵魂，你没有灵魂。对，麻将很好，开玩笑的，还是麻将很香。现在准备去吃涮肉。好小声，应该你自己拿着吧，显得大一点。我们准备去吃涮肉。我们准备去吃涮肉。我们准备去吃涮肉。创业 ，Hi Sup， 现在准备去吃饭了。A89还得多少？天哪！什么东西？92。65，请您用餐。A65，请您用餐。这个也没有拍到号，直接去拍那个号一次玩那个。说一下，我们现在在等车，然后去八爷涮肉，在那个王府井的旁边。对，为什么这样啊？因为我们就是看了两家店都没有吃到，所以。Hello。好久不见，就是跟谁说、啊？跟你说，你在录吗？对、啊，就是我们多长时间没有见了？就是我们自从你上写给我那封生日信之后，多遥远，什么什么？这是我们时隔两年多的，两年多？感觉是两年多，那就三年，那就称为三年好了。好喜欢百叶呀，小鱼好可爱。鸟，人家是鸟。好多手机、啊、好多手机。这样，我在做魔法药材。哎呀，完了，换车了。谁开的闪光灯？我。车回稳吗？还记得有时候我们三个人去，然后我直接给吴京把那个拉出来。蛮入戏的两个人。压成了平I'm still sober. 还没起床，八点钟了。嗯？嗯。好大的雨！我们今天要去环球影城，但是早上就下了很大的雨。没有，你们三个没有好看。你看，我说你们三个什么造型？是你们开心你们做攻略了吗？我做的。好，没有做。你现在做了什么攻略？哪里好看？这是干嘛？母鸡，知道吗？摸不到。下次分秒都没有人行下雨的时候来，不用排队。
网上说，如果你内八走路的话，就不会被溅到水。没有人的环球影城。闭嘴！蔡依林上泰国回来。看吗？第一站是购物。哦，可以。好，那我就带进去。你是样吗？不是每个人那么大，我头太小了。是的。也好，师傅不用学一样。看一下新买的。不错，走吧。现在准备去小黄人。拍照中。终于出太阳了。登上王转过山车，就坐后，请您用力按下好搞笑，好严肃。所以接下来，请时刻保持您的双手。我们刚刚去了那个小黄人闹什么大不翻，去了那个小黄人闹翻天，感觉还挺好玩的。我们现在要去哈利波特了，终于，怎么又是我们三个？啊，哎，你看这个，这是仙粉包里的。我是相机拍的。哎，Hello。妈妈不是吗？啊，这个不是你。爽死了，有什么？赶紧买，赶紧买。紧张吗，张悦？紧张什么紧张的？我有什么紧张的？刚过完车体验怎么样？只能说不在话下。他就是要体验霸天虎的那个过山车，我们一会儿就是。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竞技之旅。看我们光溜溜继续比赛。我们的尖子针和米格兰吉已经对这些椅子施了飞行咒，赋予他们飞行的能力。真的吗？准备去变形金刚喽，他的最爱。我已经很疲惫了。为爱回来的。是我的领航员，如果发现有紧急情况，二层遭到入侵，立刻封锁。准备去玩他了，好吓人。
吗？是肚子不舒服，就是头晕还是肚子不舒服？头晕，肚子疼，脚磨开了，还有，有各种症状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复阳了呗。下面这个穿红色衣服的是你什么人？根据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，你要去你那里看我一眼吗 ？The location are designated smoking areas. Once again, smoking is prohibited in this area. 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. 吃烤鸭，我们今天找了代牌，想着说一定能吃上，结果我们晚到了，然后也只能去另一家了。好可爱哦！没有没有，休息，到时候我好多跟你说，我跟三号之前干。真的很努力，就走了一天都没怎么休息。拜拜。吐槽。差点再来一次了。那个严警官，严警官管他，他发群里了，管他严警官，他每次喝他一点的，他每次喝就他每次喝就沾上嘴唇，就啄一口，上线了。快点今天的饭还可以，吃到了一餐还算满意的饭。然后这个是用的哈密瓜粉身，还有蜂蜜。结束的很突然，因为我之后没有录了，但是拜拜。好同时哦。